来之前忘了查了，没有人啊，沙河大漆。啊，那我得倒车。啊，这路边都可以啊。寻找路边漆，来，我求我求。沙河大漆今没有人了。刘冠冕，可能是他们好像要今天去。最近大家注意啊，沙河大漆现在整改，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放。现在市场特别小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去看看先，看看有没有东西，还是有点东西的，很少，有点卖菜。我这边全没了，问问他啥时候开。走吧，上来了，走。糖炒栗子，预制菜。预制菜，栗子，他们炒毛栗子的香气。还有卖书的。卖旧书。卖小鸡的。这有卖狗。妈，妈妈。我顶完了就不一了。这是金毛啊。羊。金毛狗，拉布拉多哦，对，拉布拉。啊，没问题啊，大的。你这样做不对，知道不？不乖。乖宝宝不乖了。跟上次开始揪着，这紧得很。你就那上次咋回事？上次我想把它掰掉的，手软了就滑了。上回把你砸了，你小心吧，别给人也砸一下。砸一下疼的鼻骨都裂，脸乐呵呵。你别惹你妈生气，要不就给我让开，不买冰激凌还给我这儿找事儿。那你让开啊，你坐好，你俩一人坐一点，往里坐，听话。不让开是吧？把车放上咱走。那我们走了，你坐到这儿吧。别理他，我们走了。你不是不让吗？谁也走不了，你别坐，你站着站着，你去吃去。爱吃冰激凌，看，不听话。有冰激凌。只要你张口就要东西，就是东西，就没有门。你张口就是要吃的要。你关门，关门。给我来劲，你啊，治不着你是吧？坏死，不买就给我找事儿。你只要不满意他就给你搞坏的事儿。看吧，要不就吃手，让你知道你生气什么他做什么。不害谁呢，那是害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不买不是不买，听着，你给我听话，听见没有？不买你这还给我较劲，没打过你是不是？还生气，买多了是不是啊？天天给你买，不买还给我这儿报复人，买多了给，要什么买什么。